好，豆虾，豆虾，h-pá-buē，我是张子霖。我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担任被告在台协会高雄分处处长。虽然我是伫家州的一个叫做沙漠农村大汉的。可是我甲高雄的缘分是真深呢。为啥物呢？完全的来唯一的华人家庭，就是为高雄移民来的。我甲因爷爷啊，到底读册，是上边的餐厅都用中餐。透过因，我嘛是到即个时代到台湾。另外，我当时听到的伊个外国语言是啥物呢？就是台语。想不到经过25年以后，我今嘛竟然有机会定个个向生活甲工作，这真正是台湾甲美国友情真好的一个精品。我期待伫将来继续加入。美国甲台湾友情，加深咱互相的了解。六秒。Oh, I get it. You got the first one. Okay. Whoa, what? Ah!